我看看你们啊，怎么的？自从你们来了以后，怎么的？你看看这地上弄得乌烟瘴气的这个地方，我愿意来，怎么的？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这我们地盘你回去呀？不是地球是你家的，哎呀，你看你来了以后，你看你跟宝宝把这个整成长的，傻乎乎的，像傻子似的。那不来，那我家小姐姐都闹心呢。你家小姐闹心？ 你我要回去闹心去呗，你这搁这跟我们家我们闹心吗？现在不是，能不能别为了我吵了？谁为了你呀？我是为了小西。哈哈哈哈哈！魏小西跟我没关系是吧？小瑞，小瑞，你也别为了我跟他吵了，没有意义，真的整不明白。谁为了你？我是为了我们家小姐。<笑> 全跟我没关系，哎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你俩呀，你俩都是好人，知道吗？你俩要是没有这个事儿，没不因为我，肯定能成为好朋友。你俩培养一下感情吧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他没有感情啊，我跟他也没有感情，感情不得慢慢培养吗？对不对？你这样，你这样。 咱们那个来自小西经常说那种公司里边做那种拓展训练，好不好？咱现在就来，来怎么样？那个接下你那个绑带钩那个后皮筋还有没有？这玩意儿啊？哎哎哎，这个，来拉着拉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咱们合作训练跳皮筋儿，好不好？你那不是选择放哪儿？到底根儿还是腰上啊？ 放腰上，放腰上，行。那你拉到腰啊？你拉到大腿根干啥呀？那我大腿根不就在你腰上吗？你侮辱谁呢？搁这啊？要不拉腰上，来来腰上。<笑>那这不还得放大腿根上呢？你来，你行啊，行，高跳不上去。来来来，宝贝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你甭，来，你甭指，你别往后了。你那不，你这样再这么沉，我松手了啊。 不是怎么的，不培养感情吗？感情这东西不就得每天绷绷弦吗？一刻都不能松懈。我跟你说，那弦绷太紧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受不了，我就容易松手。对呀，你要受不了，你就松手，没事。不是姑爷，你能不能向着我一回呀？他一松手不绷着我了吗？那你先松手，那绷太紧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他要松手了，我跟你能不就？我跟你说。 后松手的那个人容易受伤，明白吗？容易受伤。好，这样，我有一主意啊，看看行不行。咱俩为了不让咱俩受伤，咱俩同时松手，怎么样？对，我看行啊。哎，你看，同时松手。你过来。同时松手。哎呀，就崩的是我，受伤的是我。 小西，你怎么松手了呢？小西，小西，小西也放着手。